现在看电影也可以非常的奢华。在美国呢，有一家连锁电影院，它不仅准备了可以让你完全平躺的这个沙发座椅，并且还附设了酒吧跟餐厅，再配上现代化的室内装潢，让民众看电影的同时，仿佛是置身在拉斯维加斯的高级旅馆，同时兼顾视觉还有味蕾的享受。跟大部分的美国电影院不同的是，这一家的电影院它提供的化位服务，而且呢，在放映厅内除了说有宽敞的真皮座椅之外，还有毛毯、枕头以及小桌子。电影在进行的时候，服务生呢还会随时待命，并且还会帮你送来现做的餐点，还有美酒、汉堡、香槟、鸡尾酒都不是问题。而且呢，这些全部都是餐饮学校毕业的大厨，还有调酒师亲自帮你料理的。